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敬堂曲，请唱《普天同庆》。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是2023年的元旦，教会也是庆祝天主之母节。在弥撒一开始，也让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个糟糕、有限、受造的人，因为我们不圆满、不完美，所以我们都有过失，甚至会犯罪。所以在弥撒一开始，也让我们承认我们这个存在的真相，让我们跟那个旧我，2022年，我们所犯的所有错误跟罪恶告别，然后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借着这条感恩祭，领受来自天主重生的恩宠，让我们也成为在堂内的一个新的受造。现在我们静默片刻，准备我们的心灵，好能相称的参与这台爱的盛宴。我向全能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曾借荣福玛利亚的孕育赐给了人类永远的救恩，求你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他有力的转导，只有经过他，才能使我们拥有生命之源，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攻读户籍记。上主命令梅瑟说，你转告亚郎和他的儿子们，用下面的话祝福以色列子民。愿上主降福你，保护你，愿上主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上主看顾你，赐给你平安。这样，他们要奉我的名祝福以色列子民，我必降福他们。上主的圣言。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大能，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Thank you.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弟兄们，时机成熟，天主就派遣了他的儿子来，由女人所生，生于法律之下，要把受法律束缚的人救赎出来，使我们得以成为天主的儿女，为证明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儿女，天主就派遣了他儿子的圣神进入你们心中，称呼天主说：“阿爸，父啊。”从此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就靠着天主的恩宠成了继承人。上主的圣言。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功荣归于你。那时候，牧羊人急忙来到伯利恒，果然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以及那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看见了他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有关这婴儿的事传开了。听见的人都十分惊讶，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牢记在心中，反复思想。牧羊人发觉他们所听见、看见的一切，跟天使所报告的完全相符，就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满了八天，孩子接受了割礼，并且起名叫耶稣。这是他没有成胎以前由天使所起的名字。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教会所钦定的天主之母节。圣教会为什么要将每一年的元旦定为天主之母节呢？特别是我们天主教又面对
外在其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我们的攻击，以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天主教是拜圣母的宗教。这样子的安排好像不够明智。好，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用三个方向来给大家进行说明跟澄清。第一个就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我们都知道，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天主拣选了圣母玛利亚做他降生成人圣子的母亲，所以圣母是耶稣的母亲，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圣母是不是同时也是天主之母，这个问题在教会初期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天主是自由的，他不是人所生的，所以他怎么会有母亲啊？好，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出在天主身上，出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当时的教会对于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圣言耶稣基督天主独生子，他怎么样是真天主又同时是真人，这个事实并不知道，也并不完全理解应该怎么解释才讲得通，甚至在当时因而产生了所谓的聂斯多派的异端，因为会说耶稣是因为成就了天主的救恩计划，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这么大的牺牲，所以被天主举为跟天主同等。教会为了这个异端召开了大公会议，在公元431年的厄佛所大公会议，经过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解释，好，并且因着对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真人的这个解释，好，今天时间关系不会跟你多说，那是神学，你自己去查。这个人性跟天主性可以结合，是有四个理由的。好，因为这样子，所以教会就承认圣母也是天主之母，因为耶稣是既然是真天主又是真人，那他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当然母以子贵。后来在公元451年的所召开的加彩东大公会议，就正式承认跟钦定了这个天主之母是我们信仰的应该承认跟相信的道理。好，第二个，我愿意从一个事实的真实的故事说起。在美国南方有一个是完全大部分的居民都为基督教的小镇，当地的天主教堂为了庆祝圣诞节，希望能够在该镇中心的一个广场搭建一座马槽，好来庆跟全镇的镇民庆祝圣诞节，也有宗教的象征跟意义。当他们向主管单位提出申请的时候，这个主管的官员因为他是基督教，他怕得罪他的教派跟其他的基督教徒，所以就说
你们要求搭马槽可以，但是马槽中只能放圣婴，不能放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这个本堂神父就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好，对他说：“请你告诉我，如果你能够举出一个没有母亲也能生出小孩子的个案，我就答应你的要求，马槽里只有圣婴，没有圣母。”好，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天主与他唯一圣子降生成人，并拣选圣母玛利亚作为他儿子母亲的方式，来实现了他所预许的，给我们预许的救恩计划。天主的这个计划，它相关的细节跟怎么实现的方式，跟我们认为有没有道理，喜不喜欢，高不高兴，认不认同，有关系吗？如果到经过你检验，你同意，你高兴才行，你不是天主的天主啊。我们常常犯一些逻辑的基本错误误区，我们搞不清楚，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忘了自己是老几。你再有本事把鼻子捏起来，嘴巴闭起来，五分钟以后你还活着，我都佩服你。我们常常忘本，妄自尊大，自以为有脑子高，智商多少就了不起了，那再加上有钱有名，那就更了不起了。这世界不是靠这样子在运转的吗？所以才需要天主的救恩呢，因为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些死穴罩门一个你也克服不了，还不要说超越了。好，这个天主的这个行动就是为了彻底，它只有一个目的，跟我们所研究的方向、看重的方向、角度完全不同。天主就是要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爱。因为爱，所以尊贵的天主第二位可以放下身段，空虚自己，屈尊就卑，变成和我们糟糕人一模一样。天主爱我们，一点也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忘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到底算老几。凡事都得经过我认同、同意，甚至将就我才可以。哦，你现在你在场，你是身为那个父母的人、家长的人，还有学校当老师、教授的人，一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你的子弟非常难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少子化，每个都是三大王，被宠坏了，再加上外面讯息的污染，都以为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他转。你是谁啊？哦，人真的很可悲，很可怜啊。然后我们所有纵容这个事情，你就是帮凶啊，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你是溺爱，你不是真正的爱，你的爱只会害他，不会帮助他真正成长成熟。那世界变成这副德性，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没责任吗？你都不要付出代价，人家凭什么要替你牺牲？你自己责任你不负，人家凭什么要替你负？公平正义应该从这里出发。今天读经是选自《户籍记》，讲述的是天主
命令梅瑟转告亚郎和他的儿子们，就是司祭，要用愿上主降福你，保护你，愿上主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上主看顾你，赐给你平安，来祝福以色列的子民。在这2023年的头一天，圣教会用这段经文，让我们读这段经文，真是既应景又极为有意义。因为请问你，你为什么要信天主教？今天连续假期一大早，你为什么要来敬堂？你不要告诉我是因为教会规定的，那你来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跟价值。难道不是因为你在乎跟天主的关系，然后希望得到他的祝福吗？保护吗？他的慈爱，他的具体施恩，他的看顾，以及那个只属于他的平安吗？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努力，或是这个世界名利财富所能给我们的平安呢？这个新冠疫情肆虐了3年了，很多人都被整得很惨，我却把它看成祝福。那就是天主的 wake up call， 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你是老几啊。问题是经过了3年的折磨，如果还没认清自己是老几的话，那真的还不如得病早点去见他吧，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浪费感情。圣保罗宗徒在今天的读经二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主的救恩计划是借着天主派遣圣子降生成人，由女人所生，生于法律之下实现的，为的是要把受法律束缚的人救赎出来。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来教堂是为了守圣教四规法律，太低层次太 low 了，使我们能够白白的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了证明我们真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更派遣了圣神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都能够称呼天主为阿爸父啊，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此我们就都不再是奴隶了，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靠着天主的恩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继承人。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是一套教条，也不应该是一套神学理论，更不应该是一套伦理法则而已。我们想应该是相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真真实实地经验到这个活生生天主的灵在。或者你相信他，我也不知道你在相信什么。耶稣曾许诺，我会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说他在哪里，我都感觉不到，我也找不到。当然找不到，因为你的心不在他那儿。你在乎的不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不是他，他为什么要给你找到？或者你心中有一大堆的相反这个信仰的东西塞满了，有这些阻碍蒙了你的心的耳目眼目，你怎么会看得见听得到？
有了这个信仰，有了这么宝贵的跟耶稣一样的身份，从此我们就不再是奴隶了。所以我们信教不应该只是为了守好诫命，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换天堂的入场券，或者是天堂餐厅的自助餐，而应该是会以爱还爱。天主这么爱我们，因为他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只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故意犯罪去伤他的心。如果说夸张了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犯过，没有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接受或面对的罪，我们真的大概很难体会到底什么是天主的爱，因为我们都是靠法律的保护，以为自己是义人，而不是因为赖天主的爱，诚意。天主的慈悲，他的怜悯，他的包容，他的宽恕，就是道理。因为你经验不到，你是靠你自己努力守好诫命，然后自称为天主的子女，而不是靠天主的恩宠。但是你自己去扪心自问吧，是人去研究大罪小罪有点无聊。是不管我有罪没罪，是不是真的让我可以跟天主合而为一，然后真的把它放在我心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位置。佛陀信这个教不是有名无实吗？啊，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的爱，我们也不会懂得什么是天主的恩宠的。因为你不需要，靠你自己努力就够了，你最行，是天主要求你，拜托啊，跟我有点关系吧，这样子我才能在你身上看到你替我争面子啊，我自己都没有面子啊，我靠，就非得靠你不行啊。法利赛人都是这种货色。我常常讲这句话，教会什么人最多？经师和法利赛人，说了比唱的还好听，道理是一套套的，实际生活呢？啊，因为我们是人，这就是我们的死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受到法律的影响，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不守法律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但你守不是因为真的爱人或关心别人或者爱天主，而是最关心你自己的好处跟坏处。如果是这样子，天主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你变成他真正的儿子啊，子女啊，因为你要跟他隔着法律、啊、来谈条件。你看我给你做了这个，你应该给我什么？没有给，马上翻脸。那我这样子不是吃亏了？我这样不是倒霉了？我这样不是笨？好，福音帮助我们看到，圣母在天主救恩计划中所占有的独特又特殊的位置。因为他能够对天主完全开放，又时常准备好自己被天主差遣，在他的生活经验中，很多时候他也弄不清楚天主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安排。
但是圣母玛利亚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可以自己搞不懂也弄不清楚的时候，她仍然可以配合喜怒，但是她也没有把人的责任放掉，她还自己努力将一切默存于心，反复思索。这就是天人合作最好的模式，不是你的想法、你的能力、你的需要不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也不是绝对。让天主当家做主，但是我同时做我该做的努力，事就这样成了，奇迹就会发生。我们在生活中跟天主经验常常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自己他妈瞎搞，非得搞得稀巴烂，走投无路走财，天主怎么来救我？要不然什么都不动，你是天主，你给我想办法，我才相信你。哦，你看圣母玛利亚都很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天人合作的模式。我们在天主眼中很宝贵很重要，他也不要跟你争功，也不要跟你夺利，你是儿子继承人呢，他的一切本来就是留给你的，是你想不开拿那个小算盘在那边七算八算。天主救恩计划是借着他的圣子的降生、苦难、死亡和复活实现跟完成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但是虽然耶稣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了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救恩计划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所具有的卓越的地位。因为没有他的配合，就不实现了，或者就要想别的办法了。庆祝天主之母节就是提醒我们这个事实，同时希望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学习效法圣母的榜样。只要我们也会像圣母一样的和天主合作，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周遭的人带来天大的喜讯和福气。我常常讲一个半开玩笑的话，但是确实非常符合事实，就是只要在我们在生活中一自私，只考虑我们自己，我们旁边救人要倒霉。你不相信你就自己研究研究。最后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恭喜大家新年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不是你大家一般说的那个快乐，如果我要给你的跟外面一样的话，那我也太没什么价值了，也没太没什么水准了。我要给你的新年快乐是要靠你努力的，意思说在这个新的一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明日种种要从今日生，那就是从我们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宝贵的教训，不要努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好，然后真的把天主，既然信教嘛，就认真当回事儿。啊，真的在乎他，在这个2013年开始，把怎么经营跟他的关系提前到你的那个代办事项的优先名单中。好，那这样子信教或信仰生活，你才会看到这个信仰要给你的果实是什么。因为你心中有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人事物可以束缚你，因为有这样子的自由跟超脱，你才懂什么是属于主的平安喜乐，否则都是口号，他
糖衣炮弹，那好吃没用。好，现在请起立，向爱我们的天主表达我们对他信赖。我信唯一的天主，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舍身，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天主圣子由童贞玛利亚孕育，亲临世上拯救众生。现在让我们以感恩之心信靠他，向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呈上世界及教会的需要。请为普世教会祈祷。降生的主常与教会同在，求主光照及坚强教会，使他善尽慈母的使命，以主的光驱逐笼罩各处的黑暗势力与罪恶，保护天主子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愿主耶稣的来临为人们带来平安与喜乐，在一切逆境中常怀希望，持守社会的优良传统，致力生命的文化。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所有的母亲祈祷，愿他们都能分享到圣母陪伴小耶稣的喜悦，并以母亲的身份为荣。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我们的儿童祈祷，求主祈祷众人尊重及保护，由母胎已开始的生命，而政府也在施政上支援养育子女的家庭，使儿童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发展天主给予他们的塔冷通。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现在我们安静片刻，把自己的需要和感谢也为圣家堂、为世界和平、国家安康、社会祥和祈祷，及代祷箱中的意象一起放在天主台前。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慈爱的天父，你光荣你忠信的婢女玛利亚，愿我们皆以孝爱之情投靠这位天上的母亲，常得她代祷的助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奉献曲，请唱《寒冬飘雪山野径》。
也为我们佛大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天主，一切美善的产生与完成都是出于你的创作。今日新逢天主之母的庆辰，庆祝我们得救的开端，求你也使我们来日能欢享救恩的果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降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他身上认识降生可见的天主，而想慕那不可见的美善。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这至圣之日。因为无玷童贞玛利亚今天给世界带来了救主，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突然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有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了解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圣子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什么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
诸圣中途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因此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愿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这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民族曲，请唱《子夜笙歌》。Oh.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欣然恭领了天上之粮，求你使我们明认终身童贞玛利亚是你圣子的母亲，也是启示教会的慈母，并是我们所领的圣事，帮助我们迈向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为疫情向圣母祈求祷文。圣母玛利亚，你总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闪耀发亮，一如救赎和希望的标记。我们将自己托付于你，病人之前，你持守着坚定的信德，在十字架下参与耶稣的苦难。你我们的救援，明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确信你将如同在加里那亚加纳所做的一样，在这考验的时刻过后，让喜乐与欢庆得以复返。天主圣爱之母，请帮助我们众人顺服天父的旨意，并承袭耶稣所教导的，他承担了我们的苦难，借着十字架引领我们到达复活的喜乐。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在你的保佑下，我们寻求庇护之所，荣福同贞玛利亚，请勿轻视我们在考验中的恳求，并使我们免于一切凶险。阿们。神父，各位教友，请坐。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我们教堂的朋友们吗？请起立，让我们鼓掌欢迎好吗？堂区报告，首先在1月5号首星期四的晚上7:30，我们的小圣堂有守圣时，请来陪伴耶稣1个小时。1月6日首星期五的平日弥撒以后，我们开始有民共圣体，到晚上7点。晚上7:30，我们的大圣坛有举行耶稣圣心弥撒。第二，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今年因为春节的关系，提前到1月7号开始为合一祈祷。第三，1月8号主显节是世界贫困国家儿童的信仰和保护的捐献日，现今将透过教廷的中座圣童上会，援助贫穷的地方教会的儿童，他们的信仰培育以及医疗尽一份心力。请将你的现金放入主显节专用的信封内，投到奉献箱内即可。第四，圣伯敏神学院教友神学推广学分课招生，邀请您把握机会更新个人的信仰，进而更新教会。2023春季学期的台北班报名表放在我们的圣坛的穿坛的桌上，请自行举用。第五，2年1任的传协会任期已满，新任期的传协会将在元月8日上午11点的弥撒举行派遣礼，恳请大家参礼。以上还有其他各项资讯，请看周讯。在这生命的天主之母的大节日，还有2023年的第一天，愿意给大家带来天主隆重的降福，请大家低头接受降福。愿天主一切祝福的泉源赐给你们恩宠，丰厚的降福你们，保佑你们神情康泰，全年如意。愿天主保佑你们信德完整，望德热切，爱德坚强，恒心到底。阿们。愿天主赏赐你们有生之日万事顺遂，时时处处俯听你们的祈祷，引导你们抵达永生的福地。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让我们去传播福音，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曲，请唱《奉献中华于圣母》。